我现在想讲很短，关于圣婴这个对于带领敬拜、分享信息都很重要。这个共鸣的声音，共鸣的声音需要练习操练长的时间。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几个月学到已经很快了，几个月，每一天练习几个月。共鸣的声音是什么呢？共鸣的声音就是能够引起我们整个头部和上面的空气、周围的空气都一同有震动。我示范一下，啊，你听到这个声音在周围的，啊，爆！你听到这个声音好像有金属的声音，爆！冲上上面的，这个声音怎样来的？就是好像打哈欠，哦。你试试做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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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口的后面可以提升的，你在我旁边，你看一看啊，你可以用手机用这个啊，你可以看啊，拿着这个手机看我的里面，有没有看到我提升我的后面？看一看，嗯，顶起身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有没有看到？你看一看，看一看我的里面。拿着这个手机看我的口，拿着手机看我的里面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丢中了，丢中小舌头哈，提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做惯了，阿弥咪摩摩，每个音都在上面，不是阿弥咪摩摩，就是下面没有在上面共鸣。阿弥咪摩摩都是在上面共鸣的，你听到阿弥是不是很不同啊？咪，这声音就在上面了，没有共鸣。共鸣的声音很有帮助。你看到我唱歌的时候的表达很丰富，不单是共鸣，也有这个声音，有些时候是比较厚，有些时候是比较薄，有些时候比较低音，有些时候是高音。我示范给你看啊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哦，哈利路亚。这个就比较高音了，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听我，留意哈，哈利路亚，耶稣你真好啊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我深爱你，我深爱你，我的声音都是我控制。但很轻松的控制，不是这样。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！你这样怎样练习了？哦，就是听哈，听就是听。哦哦，我想说，高音去上面。哦。哦，中音是这里，中音是这里，哦，好像一个面罩啊，面罩是不是？哦，有没有感受好像一个面罩在我周围？哦，好像声音在我周围，好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低音，哦，耶稣。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
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。有没有留意我的声音是不停的变化？这个需要很多的练习。你每一天，哦，你可以跟手机的琴，哦，这个气要冲上去，哦，谢谢，哦，你打哈欠，哦，哦，哦，你来说你有些少，让你放松，你听一听哈，哦，不要，哦，哦，这个太急，哦，哦，哦，打开里面，打开，打开里面，哦，你有做一些的，所以有一些共鸣的，有一些共鸣，再试试啊，再唱唱，跟他一起，你要跟他一起，哦，冲上去，冲，等一等啊，等一等。哦哦哦，你留意，你的声音在后面，不是在上面。哦哦，上面，哦，上面，哦。我告诉你，每一天打哈欠，哦。你的气没有冲上去，声音是很宝贵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听我讲到的时候，我的声音不停的改变，有快有慢，有大声有小声，但从来没有这种硬的声音，都是柔和的，大声小声都是，这个就可以进步，就可以啊，发挥更大啊！你听我说话的时候，周围都有声音的。而且我讲了这么久，我的喉咙都没有累，都没有累。这个声音也是悦耳的，听的时候舒服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。这个我发觉很多人在台上带领敬拜啊，这里有神的同在。那你可以这样说。这里有神的同在，柔和。这里是的，好的，祝福你们呢、啊，哈利路亚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我可以练习一下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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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冲上去。哦。停一停，停一停，你的声音在后面。哇啊哇啊啊！也留意我们的声音是不是粗还是很幼，哇、啊、还是哇、啊？但有些小说哇哦、啊啊，可以改变的这个声音。